愿意为此生无怨，只剩下思念。时光转，岁月流年，谁可曾甘愿？风云变，长啸狼烟，怒战风天。心若成空，血逆心横，生死合欢，我踏破时空，只为与你相见。哦，嘿嘿，那就只好麻烦一下你了。真要帮你离母药膏那种地方。聂离曾帮我疗伤，这点小忙我理应帮他。聂离，还是我帮你吧。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？还是我来吧，宁儿。毕竟聂离的伤是我父亲打的，该由我来赔罪才是。这个会不会不太好啊？不如先看看聂离的伤势吧。嗯。小雨，等会儿再进来好吗？哦，好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要不然你们分工一下，一人半边。哎呦！轻点我记得你们两个是小时候的玩伴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你一直保留着宁儿送你的所有东西。只是后来，宁儿再也没有来过城主府。宁儿，对不起，我要修炼。神雷沙阵也布置好了，光是这两个阵法就足以笼罩城主府五分之一的区域。我在紫云还有你的灵魂力中都留下了印记，除了我之外，你们两个也可以催动沙阵。哎，聂离，把操控两大沙阵的印记交给城主吧，毕竟他才是城主府的主人。哼，交给他？除非他来求我，否则想都别想。
想要让聂离和城主大人和解，果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哼，但如今倒是可以回去交差了。谁？哦，嘿，还好只是这老鼠，吓死我了。你们探查清楚了没有？那些巨柱到底是什么来路？目前还不清楚，只是知道有个少年催动了巨柱，将叶宗给打趴下了。叶宗？那可是黑金级巅峰的妖灵师，千真万确，我亲眼所见。难怪龙煞大人要派我们来试探城主府。可是以黑暗公会的力量灭了光辉之城也不是难事，为何妖主迟迟不肯动手？光辉之城这些世家毕竟传承了那么多年，三大巅峰世家，七大豪门世家，朕要到了灭族的时候困兽犹斗，更何况是他们。是。走。扫码关注若红文化公众号官方微博，海量资讯独家花絮，大家多多关注哦。